没什么好怕，但我不敢。因为我自己不怕，可是我家里有小朋友，有老人，有大人，还是不怕。家人。那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。你看，凶宅比较可怕，还是蒙阿波比较可怕？凶宅跟蒙阿波不是一样吗？如果住在蒙阿波里面和住在凶宅里面，你觉得哪种比较可怕？我觉得两个都一样可怕。我跟你讲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是哦。凶宅的定义就是哈，非自然死亡。对。啊，是。冤死。对。蒙阿波是拢歹后歹在内面。啊。哎，拢发出头做爪。是。所以很多凶宅，比如说要讲，我们在台湾太多凶宅都是有的了。我说我自己的看法是自己的心理障碍拿不掉。你把凶宅卖给葬仪社，看他买不买。一定对啊，你不会来开葬仪社，那没得惊嘛。对啊，但是我自己一般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讲，面临到凶宅，你要怎么办？你很难克服去那个障碍，你要想到一个人吊在那边，一个人蹲在那边，你会没办法去接受。是。那以我自己来讲，我在多年前，我曾经在文山的郊区的一个分局，那时候我们单位里面都会有什么义警啊、民防啊那些的，那就有一个义警非常热心的跟我讲：“哦，高Sir，我有一个房子哈。”权利卖给你，因为我们那个时空背景哦，是不需要告知凶宅的哦，那凶宅是不需要让你讲的，之前不用。对，我说啊，你是不是比我这样的？用现在我们这边市价大约在38万，我卖你27万。哎呦，那几瓶子一般，哦，那接着佛心来着，我说你为什么卖我那么便宜？他说咱家己有缘呐，你过来这，咱董叔，因为我房子空着是空着嘛，对，哦，那我就很开心，我就。表面装得很镇定，其实心里很开心，哎，买到便宜房子。那我说，那你就找个时间带我去吧。那我去到现场之后，因为我有个坏习惯，我不相信风水，可是要买自己的时候，所有自己房子、车子，我就会带一个风水师去啊。哦，哎，我带一个一测安全风水师去，对，我去帮他看说那个方位、那个整个架、屋子的架构、整栋大楼的架构，还有整个路口的，好，我就找一个我的好朋友，对，都陪着我去看。那个房子在新农路的一个三楼，新农路的一个三楼，马路边哦，哇，采光又漂亮，四四方方，格局又漂亮，38平，哇，那很便宜，38平20几万，那才几百万而已。真假？啊，那我就看了很开心，那我就还跟他讲，你真的要卖那么贵吗？还演一下，对啊，他说再谈。那后来我那朋友完全不发育，那我就下来之后，我开着我们办公室的车，我载着我的朋友。我说啊，你那么会讲话？他说，整个房子哈、哦，看下来从大厅啊什么客厅啊，到三个房间啊厕所。他说那个厕所门打开的时候，灯都开亮了。他厕所门打开的时候，一个男生蹲在你旁边，在看着我。我说 ，My God！ 我说你钦差的公公，我说我都你随便说一说。他说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。哦，那我一想也不对哦，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个资法。对，我就回去赶快把那个地址打，一上网一查，哇，原来之前真的发生一件，那是一个赌场，租给人家当赌场，那一个人被杀死，埋在浴室里面，水泥把它垫高了17公分高，尸体就埋在浴室里面 ，Oh my god！ 那因为他后来他房子就租不出去啊，他把那个房子隔成套房跟雅房，啊是，他隔了4间。是，那边有什么四叉大学啊，什么中叉大学啊，啊、哦，还有什么，反正那边很多一堆学校了、啊，啊、什么四叉分部那边一堆学校在那边呢、啊，他都租给了3间租出去，其中有一间他是套房里面的，有一天里面一个女学生，他的同寝室里面是住在一起的，一直敲门，他在里面洗澡洗很久，为什么不出来？啊，他就门一打开之后，他一氧化碳。在浴缸里面泡在浴缸里面昏迷，那消防队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一氧化碳中毒死掉，同一个浴室。啊 ！Oh my god！ 那你说要不要买？不要。当然送我都不要。真的好凶哦！都同一个那个。同一间，同一个浴室。好恐